来等其他的人哦。对啦，他住啊，我有在跟你讲哦。这里哦。来这里哦。高雄，好的。来，我们高雄的贵宾下车之后呢，先靠边边等一下旁边的人哦。一杯起，你要先坐车下去会场等他，这样跟我们一起慢慢走下去。我去哪？我行，这拢白白啦，哎，这白白。来，我们先等一下后面的人哦。来，我们靠边边哦，车子要下去了哦。哎，我靠边边嘿，这里哦，来小心哦，先让车子下去哦。那先跟大家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哦。我的名字呢叫做雅兰，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雅兰，雅兰。那我们尽量靠右边走，好不好？不然哦，车子这样来来去去会很危险哦。那如果你的保险保比较重的呢，就怎么样？可以站在中间哦。好，那就跟着我的脚。我是先担心，安我安。我是担心，不见我。